啊，财产给我哈，一些智慧跟才华。好，希望能够呢净化大家三分钟的心灵，带来这首呢非常有意思的歌曲。秋冬是自然的变化，人的运命甘是出世就来注定。花开花谢，流转在一条线，人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，一切又在你来看。可以清净我们的这个心灵，真的可以净化一下心灵，清净一下这个心灵啊。